搞新鲜，最新二二年款，我终于买全新的鸡肝饺啦。第一只饺用了两年，那只就是在二手店买200多元啫。其实我都很喜欢它的。还有这一支其实都是入门肝啫，试下1.5毫，不知道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希望今日找到目标鱼啦。通常会在家先预备好基钓钓组的上半部分，之后出到去绑止线就可以啦。而家冻冰冰，最好就是大热饮出去。呢饮蜜糖水，完成。唉，究竟个人要有几癫，先会喺啲咁冻又落住雨嘅情况底下出嚟钓鱼咧？哇，要穿水鞋啊！我就前啲。虽然而家都系10度，但系我已经开始有啲流汗啦。我已经系一只果晶种，佢系一只糯米鸡。好热啊！我而家都有少少汗啊。希望今日咁冻出嚟，有啲鱼钓下啦。今日我哋嘅目标鱼当然系乜嘢啊？腊鱼啦。腊鱼。我终于可以真系试到支新买嘅鸡肝同饺啦。冇乜风啊，即刻冲出嚟啊！所以落住微微雨都。新饺啦，希望今天可以开到肝啦，应该好好用啊，超轻啊，好紧张啊！今天我哋测试下，究竟我用基钓，佢用团子，我哋边个会钓到我哋嘅目标鱼先呢？不如我哋计分啦。嗱，我哋咧鸡鱼就唔计分啦，好冇？鲈就1分1条。咁如果有1斤以上就有2分，2斤以上就3分，有50cm 以上咧就有5分 ，bonus 啊 ，bonus point。好，我哋嚟个小比赛先。今日我哋嘅钓理难食虾，而家勾翻只靓嘅虾落去，试下先，一只。快啲再见啦！你唔系我目标鱼，但系佢系一个指标嚟嘅，钓到石狗公即系我 OK， 深度啱啊，又未至于棘石，但系又钓到佢哋。好，我而家对于呢一下充满信心，又系佢啊！哇，呢条 baby 啊，快啲放翻去先，正食啊，几准啊！拜拜，小朋友，只有菜波啦。你的第一球，我已经攞不到这个偷捕的优势。首先咧，佢又喐咗都唔知，系啦，有啊，而家 ，yes， 好嘢。头先就系懒唔够深度，19分啱个深度，耶、yeah, ！开竿啦，开心。
你講你。我而家要試下啦，而家質質地上咗嚟就可以玩啦。哦，你自己撈，唔係好大啫。你前邊有撈機？耶！呼呼！喂，雞婆，而家已經比之前大風咗，間唔中又落下雨，所以都凍。有魚啊！喺度講緊嘢時候，佢好似中咗條魚，咩嚟啊？震震下嘅雞脯啊，定牙齒啊啲 friend， 有啲力到沙轉，哦，真係黐啦！係雞定係雞脯咧？好耐先有下魚食，哇、哦！沙轉。個浪又大。哇！你怎可以 hold 到你個波咧？你咪雜耍雜耍中，你波有冇爆到啊？應該冇爆。咁勁！上仔包，上仔包。Yes， 咁準，沙林，切啦 ，Yes。OK 喎，我立倉希望有。突然間聽到有人大嗌，你前邊得唔得？哦，雞魚啫。哇，肥雞啊！好。又有啦，好。哇！少少咯，系啊，少少，少少斜。哇，好刺激啊！鲑鱼、巨鸡、巨鸡，好肥咩？呢只鸡，呢啲真系一手挂，好肥一条。巨鸡。
哇！哇！啊！饭没了啊，系啊，咁咧食咧特别劲嘅味先，系啊。因为难得出到嚟，其实冻冻都系想搵蜡啫。小雞啫，我都未試完水深，轉咗位之後，呢個人一嚟到就有啦。或者係快啲嘅。细鸡不过系抢抢食鸡啊！好，大唔大？大吓？大大喎！但个弧度好劲咁喎，我应该系睇唔睇咯。你已經有五分了，我叫嚟叫去都是雞。太犀利了。
跟電話。係。住啊！雞魚咦，有臘啊，真係太正，然後仲要走咗過嚟呢邊。大雞啫，新鮮即釣即蒸的雞魚是最好味的，是清蒸的，清蒸雞魚再最後加一些姜葱豉油去，加上一些鹽西葱，很好味，真的很好吃。金黃色好靚，我們預計起魚片打邊爐
跟住第二餐就會係睡上，係最個奇嘅啲全部，最勁。冬天最啱就係食火鍋，哇！正啊！呢個一品鍋，番茄濃湯配新鮮魚片，超一流！哇啊啊！係咪好吸引呢？我都覺得好吸引，試下先。講得快啲，爭啲唔記得咗你嗰嚿。我覺得好似點解咁似燒肉嘅？係喎，呢啲好口切啊，好正啊！哦，慢慢煮已经熟了，佢咁样就唔似烧肉，哇，正！好正啊！烧，好热啊！哦，烧滑，烧滑同埋好甜啊！哇，好香鱼油味啊！有番茄少少的酸甜，配埋嚿鱼，是有提鲜的作用，好好吃啊！好滑啊，嚿鱼一流。今日食呢一个蒜蓉豆豉蒸，好好食咁个样，香喷喷，哇，好够味啊，好野味啊！蒜蓉豆豉，跟住咁样蒸鱼块，一流啊，好香啊，好甜啊，嗯，好好味啊，好鲜甜啊！特别鲜甜。